在我们开始自动驾驶，首先我摁一下启动开关，车辆会自动挂档，自动解锁 APP， 然后车辆会自动加速，沿着前方的车道线自动加速行驶。当检测到前方有行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车辆会自动避让，换到另一条车道。当达到足够的安全距离之后，我们的车会换向另一条车道。前方我们会拐一个弯，拐弯之前我们会降速，车辆自动转弯，现在是平稳过弯过程。车辆出弯后开始加速，当检测到前方故障车辆后，我们的车辆会转向另一条车道。然后在另一条车道内平稳行驶。当达到足够的安全距离后，我们会换回原先的车道。